我看到 R 有阴影了，山水基地，在你们十人之中潜伏着懒虫，从此刻开始，所有的分组都已经不复存在，接下来就是普通好人与懒虫之间的阵营之战。这不是私人游戏啊，这是答题游戏啊。是。第一辆公共自行车，这个吗？ 这个好吃，啊，这苦瓜，我现在嘴里边太多。今晚我们将进行第一次投票。混在你们之中的懒虫都明确知晓，刮刮乐上有一个秘密。 那肯定是，我说了我很会扫雷吧？他怎么知道啊？压力太大了！啊！怎么还扫我？原来你早就知道。现在没有什么心情跟你们聊天，心态都崩了，瓜的我。为啥是我呀？我这5年到底得罪了谁啊？有几个人一直在编造一套很奇怪的逻辑。3、2、1，请所有人亮结果。 14分钟是雨琦拿的，我们好意思吗？是战术，我们是战术，属于自己的卡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给我跳，You are the queen 卡，我们就是 queen 卡，和平一点，好好好，和平一点，哎，好想看雨琦姐的问题啊。 算了算了吧，你走吧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找一下晨哥他们。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每个塑料袋自然分解需要多少年？这我不用找答案，我知道。塑料袋降解需要200年，我打个电话试试。Hello。 不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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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挂了
完了，姐，凯哥来了。那他们的病，你被他们看，先把他们撕了。各位成员，请注意，正牌，正牌，正牌。我本来想跟他结盟，凯哥你别走啊！你损失了一位盟友。你别走。 咱寡不敌众啊！死了死了死了死，给我！妈呀！妈呀！五个是安全的，真源。 你真信我？伸出你的援手。真信我就伸援之手。这个。
根据扫雷，这俩必有一雷。我要你会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不要说话，凯哥给一个错误选项。好了，他已经帮你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了啊，你就可以不用选这个。真源给我的是这个，真源那个可以，听真源的吧。谁把自己坑输了吗？可以。有有有有有